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因为首次已经跟所有的无间境的团员一起合作完毕了，就是每一位成员都有合唱到，所以今天呢算是正式的秋风泽后宫铁玫瑰演唱会，所以一切一定要回到一开始，2017年我遇见了他，这首断讯送给你们。Yeah.